切员一键缩放输出设置功能以 V760 为例进行演示。请注意，此功能同样适用于其他二合一设备，具体产品可查看此表，但此功能在不同设备前面板内的名称与位置可能略有差异，请注意区分。 V760 前面板有实体按键，按下 DVI、VGA 或 HDMI 等按键即可快速切换视频源，按下前面板 Scale 按键即可完成一键缩放，将当前视频源缩放至全屏显示，在菜单栏中选择输出设置即可进行更多缩放设置，选择点对点显示将关闭缩放，实现 LED 屏体与视频源的点对点显示，选择自定义缩放进入输出窗口即可设置窗口大小及位置，如调节窗口宽度至800，高度至400，并偏移坐标为100/100进行显示。选择输入截取即可截取输入源的一部分进行显示，其截取部分的大小与位置皆可通过旋钮进行自定义，如设置截取视频源部分的大小为800×400，起始位置为200、300。